等着等下送到假释去。非常感谢，看起来很特别。欸，不会吧？我被两个 NPC 关在里面，干你啊！欸，fuck！怎样？啊！没关系啊，五点就会出来了。表情在哪里按？表情在哪里按？我要截图。表情在哪里按？看你脸歪吗？什么东西？啊，对，按歪没有错。啊，歪再一次。五点就会关了的样子。我被叛逆小教室关注了啦，是不是在哭哦？怎样了？我他妈在讲思路做之前，我跑到潘妮跟那个什么潘妮，我跑到潘妮右边，然后我送完东西之后呢，贾斯跑来坐在我的下不右边下面，那我他妈我现在只能在这个四方小方格里面动啊！推走，推不走。